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园大寮市议员候选人一号张雨柔。在过去，我曾经是癌症病友，经历了开刀、还有化疗和承受化疗后的不舒服及副作用，甚至是掉发。如今我坚强地挺过来了，也康复了。在康复后，我希望能够成为有能力的人，进而回馈社会。也希望能够运用我的护理专业带入长照系统，进而改善我们长辈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照顾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园大寮市议员候选人一号张雨柔。在过去，我曾经是癌症病友，经历了开刀、还有化疗和承受化疗后的不舒服及副作用，甚至是掉发。如今我坚强地挺过来了，也康复了。在康复后，我希望能够成为有能力的人，进而回馈社会。也希望能够运用我的护理专业带入长照系统，进而改善我们长辈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照顾的问题，同时也唤醒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。最后，希望所有正在经历低潮的大家要相信自己，我们一定能够坚强地挺过去，一起加油。